看这一题，他现在哈、哦、有一个298牛顿的力量哈、哦，往上提升一个10公斤的物体，那么他问这个加速度等于多少？那我把对象盯在这物体上面，这物体受了几个力？298牛顿哈、哦、向上，啊还有什么呢？还有重力，重力 mg，m 是10。它、啊、乘以多少呢？重力加速度是 9.8， 好，它、啊、是合力嘛 ，F 等于 ma， 10a， 那 a 就可以算出来，这个是98啦，所以扣掉是200，所以这是等于200，好，啊，所以 a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我两边除以10，20公尺每秒。